主呢？是的，我们这个主灯的设计呢，是一只这个水牛，它是一个勤劳苦干、认真坚持的水牛造型啊。而且我们搭配了 LED 还有八角形的底座。这种八角形底座呢，可以说是采用了这个传统文化“方方吉祥”的概念。依照我们流年还有方位设计吉祥的部件。同时呢，搭配我们主灯的旋转，可以达到风声运转、扭转乾坤、如遇好运一起来的意思啦。这个就是我们2009桃园灯会的主灯扭转鸿运的设计概念。是的，希望在我们主灯的旋转当中呢，把去年一整年的不管是不如意也好、辛苦也好，全部在新的一年扭转乾坤啦。牛年行大运，牛年要扭转鸿运，鸿运当头。也祝福大家呢，新的一年呢，可以这个财富一牛车啊！也祝大家这个牛市大发。是的，那么这次的灯会，除了每天晚上的整点，在8点钟、9点钟、10点钟各有一次的这个整点的主灯秀之外，在今天是我们点灯之夜，待会主灯秀后，我们接着还有非常精彩的音乐花火秀。是的，我敬请期待啦。真的，一路发下去了，好不好？